现在我们是在东海啊，到东海肯定要逛一下东海的水晶啊，因为东海的水晶非常出名啊，不仅是在中国比较出名，在全世界也比较出名啊，水晶之都，知道吧？今天呢，我们去逛一下，看看里面水晶是长什么样子的。我也没有仔仔细细的看过水晶啊，这是你们这边的嘞。是啊，我也没来过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。看一下，看有没有好的那种原石啊，然后买一个给鳗鱼啊，来做纪念。对，买来做纪念。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啊，东海水晶城啊，这样子的啊，哇塞，好大啊！它有那个一号馆，还有二号馆，它里面有三个主体部分啊，一个是卖原石的，一个卖成品的，还有一个是配套的一个商圈啊，啊，待会儿我们逛完以后可以去那边吃点东西。东海水晶城，我们先去逛一下一号馆，看一号馆里面有什么啊？这里进来必须要健康码，我们把健康码弄一下。还要测一下体温。嗨嗨，进来这里啊，就跟那个商场一样的，入眼就跟商场一样的。有目测的话有一二三四层啊，目测有四层。这里全是卖水晶的啊，水晶这种和想象中的感觉不一样啊哈。想象中的我应该觉得应该是跟那个卖玉一样的那种，但是呢，全是一家一家门店的这种。这种装饰品啊，水晶装饰品会比较多一些。这个怎么买的？320。320是吧？这是水晶的吗？对。320也还好，摆在那里挺好看的、哦。对，挺光亮的，到这里就是闪闪发光啊。大大的，这用料的多。迎客松。我觉得这些全是玉啊，全是玉，全白，这些全是水晶。水晶的。看这些水晶是这样子弄的装饰品哦。嗯，挺好玩的哈。我觉得摆在家里应该挺好看的。对，你看这里还有水晶眼镜，我的天！水晶眼镜。啊？那有什么特别的？看一下，了解一下吗？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，看一下嘛，过一眼。老板你好，这水晶眼镜是什么？是水晶做的？对。就镜片是水晶做的？对，镜片水晶做的。镜片是水晶做的。那它有什么？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戴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它就带着清凉嘛，清凉啊。对，拿一个看看。哦，就是当墨镜一样戴的。对，当墨镜。当墨镜一样戴的是吧？夏天戴着凉快。对，它清凉嘛、啊。能挡紫外线吗？可以。可以是吧？清凉，里面加入了那个水晶。嗯，戴上看看。挺凉的哦，太阳晒它会不会？不会。长期晒也没事。啊，对。好玩、啊，给你弄一个。怎么卖的？这个150买一看上这个水晶眼镜啊，这个椭圆的水晶眼镜啊，圆的舒服吗？这个是挺凉的，挺凉的，看了好多个都这种钻有点太花了，没有素一点的，对，都是那种旁边还有点带点水晶的钻的，对，要素雅一点的，不好意思啊老板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啊，没有事，没有事、嗯、啊，款式还是很多的。不客气。嗯，好嘞。我们再逛逛。嗯，好。再看一下这边的水晶球啊，各种水晶制品。哇。像不像那个？龙珠啊。龙珠啊。这不是龙宫吗？嗯。水晶球。水晶球。这样一个水晶球要多少钱啊？水晶做的不是。球是水晶的。对，球是水晶的。嗯，那这个怎么卖呢？啊，一个球。这个球。这个球的直径是13.1，这个球最低要在5万多。五万多啊？对。嗯。大小越大越贵。根据对越大越贵，根据它的透明度。透明度是吧？对。刚刚和老板聊了一下。老板也挺诚实的，都说现在的东海其实是没有说本地出产的水晶的，都是国外的水晶啊，早就挖完了，对，本地的早就挖完了，都是进口的，对，都是进口的，我们再去看看吧，啊，看看那种原石长什么样啊。好，这里有这个水晶碎石啊，看一下，这应该就是原石了吧，应该没有打磨过了，打磨过的是吧，啊，好冰哦，水晶的特点是不是就冰了，冰冰凉凉的吗，石头的话就不会这种感觉哈，嗯，这种是一桶一桶按斤称的吗？这么多，哇塞，这么多！老板，这种是按斤称的吗？还是怎么卖的？啊，论斤称的。论斤称多少钱一斤呢？每个价钱都不一样。啊，行，这里都是论斤卖的。论斤卖的。这
我觉得刚刚这种都没。这种呢？就这种呢？再便宜点。40公斤。41公斤，按公斤的。41公斤啊。41公斤。嗯。啊。这种一般拿来做什么？哦，放在那个鱼缸啊，上面鱼缸化粪那里的啊，这里就比较多啊，全是一大桶一大筐的，按斤称啊，按斤称。这种颜色我觉得放在一起养花或者放花盆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，应该挺好看的啊。我们称一点这些玩一玩啊，到时候种种花啥的。每个颜色挑一点。对，每个颜色放在一起。嗯，五颜六色的，我觉得挺漂亮啊，花花绿绿的。嗯。反正你就看到这些东西，你就肯定要买一些。走不动路啊！走不动路。称了一袋的水晶啊，对吧？又有收获啊！各个颜色都有。这就是你买的水晶啊！拿来玩嘛，养鱼哈。养鱼。可以的。走，去其他地方再逛一逛的。越走越精致了啊！你看这水晶还可以做成那种茶壶。嗯。啊。各种形状哈。哎。我们就在外面看看就行了，这个价格都要大几万块钱。我们逛完了，本来还想着去看看那些原始的，没有找到啊。嗯嗯，不过今天也看到好多这种高档的水晶了，我们就买了一些小玩意儿，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看的。那回去种花养鱼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或者是铺个路也不错哈。对，像这种的话都是几十块钱一公斤啊哈，所以说我觉得价格还可以。好冰，还有这种细细的。嗯，这种更便宜一点。嗯，可以哦，挺舒服的，摸的夏天。对，嘿嘿，你看大白一回来有点不开心哦。来，这给你啊，水晶，要不要？甜甜。大白的能吃的吗？舔一下，舔一下。大白说不好吃，你又逗他。不好吃啊，舔一下看好不好吃哦。嗯，好了，收获满满啊。也算有收获，拿回做纪念吧。